哎，这是清净泽的什么蟹？啊，蒸六元。蒸六元啦。蒸六元。不是清净泽啦，金泽啦。哦，不，金泽，金泽，我们是清净泽哦。好，遐么好唔对，金泽啦。金泽市哈。来到河掌村，这间讲什么？上古老的和田家。和田家。和田家。和田家，有嘞，过来看，无嘛吼，其实嘛无啥啦。苗样台到位。是啊，缅甸遐。加一个瞭望台，我这瞭望台，坐车去了爱钱啦，一个几站？200。一个200块。啊，这间和田家入去偌济？300。和田家入去爱300。啊，坐这部车去爱200。来回400。来回400吼。你可能我可能进。我来到黑布利山，这叫做黑布水库哦，黑布水库第二站，啊，上镜头，上镜头。第二站黑布水库，拄只吼坐电缆车，但无迄个算电游览车过来。各位，喝碗果汁汤。今仔日好天啊！班车来啊！班车来啊！哦，缆车，进来，进来。来到黑布利山，嘿嘿。摄影啊，翕相。摄影。你是摄影哦，摆很久哎。大哥，哎呦。
我买天鹅摄影来摆 pose， 摆 pose， 好。来到黑布利山。哦，那边坐缆车吊盖呀。吊盖吊。太大了。这是观景台呀。好，展望台。来了，进来了。别进来。啊，脚架绑了。不了。好。我刚是照这里。天气好啦，袂寒啦，稍等下大家脱袜脱哦，嘿。来来，我管，你我管来摄啦，无你都无人来摄，进来。是啊。来啦。无啦，你爱夹只机唔只掉。无啦，我只。无啦，我只机。你看，嘿，叮当哦，叮当啊！这样子，你就看我，你让我来看看啊！你都有啊？这第几站缆车？第三站。这第三站哦，黑布坪。哦，这有高呢，高得人家睡呢。坐缆车唔好。空中缆车，第三站。来，干部，你多谢这个关心。现在呢，公务你还行吗？都是你，反正有点忙的。继续往上面走，这部分哈，那这里的来讲的话，就是看那个展望台，那其他没什么了。
好，所以呢这边的话我们时间就拿少一点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时间的话是这个呢10:05，那跟各位约一下，我们11:25，然后11:30，对啊，我们11:30，因为这个是他安排的哈，来这里哈，我们11:30的车子哦，所以我们11:25哈，各位往前面看，有没有看到镜头有一个有两个电视，有没有看一个蓝色一个绿色，对不对？嗯，哦有。然后从那个楼梯下去就要看到我了，到坐电坐车的上在那边，好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，就一个展望台上去下来，然后再走下去再站而已。这就不用这么久了嘛。对，就不用那么久了，我是这样建议啊。对，我把时间留在这个呢雪那个立那个什么雪墙那边。对，是这里不要停这么久嘛。哇。雪碧，啊？暂停，反正时间也够快紧。来接了，外面不要过时嘞。看你们走比我慢。出来一点，我会拍过。帮我拿着我的包包，还要装作没事。哈哈哈哈哈。来到日本最高的黑布利山雪墙，利山最高标，这个位也上高。今年的雪墙是13米，去年19米，今年剩13米尔。有近景有远景啊，
行啦，还无无登来翻头呢。哈、啊？唔来行个倒去。安尼啊？系啊。我无看伊翻头，你讲看伊翻头。哈、啊？去到最后看伊翻头。你要独照？哎、啊、哎，你买来用啊，快点。嗯。有事你帮我用啦。哎，姐姐。到时，到时。哎，老面。好，你等下，你讲。快去，你去，没变。哎，你提一嘴来吃嘞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家伙！啊，我今晚在露营。可能翻头去无看到。每年都习惯，就每年好。跑那个。啊，无伊敢有较好见，伊敢不算好见呢。伊嘞，遮个时候啊，安尼在你落后，好安尼，七条，我七条。车啊，进来。我懂了。我到后面啦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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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布里山。大鹏啊，大鹏，我啊，大鹏一点就都没有看到了，他应该就看不上了。
一骨鹅，哎，不是哦，鹅肉边的啦。几点？3:40。你们在哪里？十五分的。哦 ，OK 啊，来这里吃饭，在二号集合。
来到七龙。只有个七龙哈，做够高哟，我抓手来放起，哎呀，对啊。这把烟灰呀，这烟灰嘞，哦，就是呀。七龙，这是。你今仔日出来，恁阿恁阿兄个，做阿兄个，啊，你行好啦，你。八八度来鱼。三葵啦，三葵，三葵，瓦萨米，瓦萨米爱饮水哦。讲的话，我们在车上不讲，但是还讲的话，那是不是大家要站在那边晒太阳，听我二十分钟？我们在现场又浪费二十分钟了，好，是不是这样嘛？对不对？那车上会有麦克风，又有椅子，好，然后又有冷气，好，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听这样子。好，我方式这样子的哈，这样应该 OK 啦哈。对，所以呢，下车之后一样，先不要拍照，先不要买东西，先跟着我走。
因为我们这一团人数一共有31位，如果说下车之后那一个人去拍照，那一个人去买东西，那一个人去聊天，大家都是这种车新干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新干线一年平均误点多久？一年平均误点36秒。好，如果说你迟到40秒的话，那你车是做不到了。好，这样的哈，对，所以呢，日本来讲，会纳峡水库。会纳峡大饭店。拜托乘船贵宾配合的事项，为了防止航行中发生火灾，船内是禁烟的，请您暂时不要抽烟，进行有关救生用具紧急出口的说明。救生用具收藏在掌舵旗旁和中央部分的地板下面，救生衣从头上套入，将腰带由后方绕到前面打结，最后打上领子的带子。另外，紧急出口左右各有一个，紧急的情况时请遵循船长的指示。今天游览的行程是从这里往上游10公里，到会纳峡的象征品质至严，往返大约30分钟的行程。请看一下前面的山，看起来像耸起肩膀样子的山，为标高1128公尺的地质山。右边一带是樱花的名胜地——迷你公园，和公园与桥梁。
也称为冰晶岩。外岩石露出水面60公尺，距湖底50公尺，为高110公尺的巨大岩石。请看右前方，表现出稳重精悍的岩石，因为汉式打铁锅使用的岩山，被称为金黄岩。游览船的引擎声响震动着岩石，听起来像是打铁屋的捶打声。可金床岩并列雄伟的岩石为狮子岩，北金床岩和狮子岩从两边夹住，看起来比较靠近里侧的岩石被称为将军岩，看起来像是将军穿着铠甲的样子吧。在这附近，春天有杜鹃，秋天有红叶，随着四季的轮转，一方面大地变换着鲜艳的服装，一方面好像跳着狮子舞的样子，这都是惠纳夹独有的景致。求求你往我的形状，这个岩石
池的名字是由日本莱茵河的命名者、地理学者的志贺重茂先生所取的。正面看见的这个山为标高2191公尺的惠纳山。在这之后，游览船要转回沉船场，整船回转之后，仅限。